Hello，昨天拿到车之后，很多这个小伙伴关注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拿到了这个我在冰岛的这个房车，然后大家在后台也很感兴趣。我这台在冰岛的房车，摄影之旅的房车，我在冰岛的家，它到底长得一个什么样子？它的功能到底怎么样？适不适合在冰岛的冬季自驾或者是住在车上？那我今天的这个视频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这一台房车。那我身后这台房车是一个品牌的啊，是叫 Camper Easy，就是你的旅行挚友，你的这个你可以理解成是方便旅行的一个家啊，这么一个名字。首先我要说，它是一台这个柴油汽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开了这么多的这个汽油车之后啊，开的第一台这个柴油汽车。那在冰岛所有的加油站里面也都是有这个柴油和这个汽油啊，大部分汽油应该是95号。OK，那我在这里再说一下啊，在冰岛最大的这个加油站呢，它的名字应该是叫 N1 啊，N1，很多的这个冰岛的这个城市，哪怕是小镇是都有的，这个是覆盖最广的一个加油站。我会在这个视频里穿插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样子给大家看。同时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个加油的这个过程啊。首先是你用这个。你车的这个钥匙，如果是送了这一个小钥匙牌，你可以用那个钥匙牌去抵这个积分，一般可以便宜5到7冰岛克朗吧。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是便宜。那其次，你可以插入这个信用卡，插入信用卡之后，选择这个 full，就是满，完全加满就可以了。记得有一点要记得，你要在加满油之后。啊，还要把这个卡再插回去，这样它就可以不用就是全款扣你的这个余额，它可以按照这个实时的这个你加的油的费用给你就是扣款。如果你没有再次的这个插卡的话，那可能就是它会直接扣你，应该是在18000冰岛克朗啊。如果你的信用卡的余额不是很多的话，记住一定要在加完油之后再把卡再插回去啊，因为你刚开始输入这个 phone 之后，它卡会退回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台车的这个侧面啊，咱们先看看这台车的这个长度。这个长度，汽车的长度是非常的长的，后备箱的这个宽度啊，就是它的长度足够我在后面躺平了，好吧？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驾驶室啊，我们先看一下驾驶室，从副驾驶开始啊，从副驾驶开始。好，副驾驶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宽敞的啊，这两个是两个座椅。两个座椅，然后这个地方是可以放一些储物的，然后我会在这里放上我的这个防疫的这些口罩，然后这个消毒液啊消毒液，然后还有护目镜，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那这里有 USB，然后我自己带的一些这个 Type-C 的一个插口。那这个是主驾驶位啊，在主驾驶位这面是可以看到我这面有一个 Pad 啊，是一些路书啊都在里面。包括我自己后期，加装的这个 GoPro 啊，可以在路上很轻松的就记录到这个前方发生的一些什么问题。OK，这个车是一个这个自动挡的啊，自动挡的。好，然后通过这个车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挡板，是可以直接从这个汽车的前部看到汽车后部发生了什么等等啊，当然也可以从后面看到前面。好。好，我们再来到这个汽车的最重要一个部分啊，就是我后面这个生活区啊，生活区。玻璃都是这种暗色、茶色的玻璃啊，都是比较保护隐私。大家看到一进门还有这种小帘子啊，然后设计非常贴心，可以直接就这样挂上，然后不会它乱跑啊，这样就是跟家里是一样的。那大家现在一进来就看到啊，这里是有个水箱，也就是这个车上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日常的生活洗漱啊，然后用水做饭啊，当然这个是非常方便的，直接把这个东西这样一拔一拔就可以直接拔下来，然后把拿着这个桶去加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水管也是非常的方便，一下就是都是快拆啊，还有消防栓。那在这里，大家看到是一个这个出风口，一个加热，在冰岛的这个晚上夜间睡觉冷不冷的？那这台车是很好的解决的这个问题，它是用这个柴油机燃烧柴油来发热，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担心在这个车里是会很冷啊，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出风口不断的这个把热气输送到整个车里。那当然，这个车里还有一些通风的系统，这一点大家就是完全不要担心。
会中毒啊之类的。 OK， 现在我们就进到车里面再看一下啊。来，来到车里面，其实还是非常宽敞的啊，非常宽敞的。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里大概都是怎样的一个功能区好吗？先从我的这个眼前开始啊。哇，眼前放了很多的这个吃的啊，这台前是我的吃的，然后这一个是瓦斯，瓦斯可以生火做饭，非常的简单。然后把这个放按下，然后就可以生火做饭，非常的方便。好，然后看可以调节大小 ，OK， 把它关掉就好了。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冰箱，在这里有一个冰箱，它是可以制冷也可以加热的，可以通过这个啊调节温度。然后这里一个小水池，下方的这个柜子里面全都是储存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餐具，对，大家看一看，各种各样的餐具都可以在这里面，非常的这个齐全啊，就怕你想不到，实际上它的这个车上全都替你考虑到了。然后这里有两个 USB 的这个插口啊，它可以进行所有的电子设备的一个充电。然后这一个也是一个点烟器的这一个插口，然后带着自己的这种插排啊，它现在正在给我的这个无人机的电池进行一个充电，充电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然后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汽车的整体的一个加热系统，你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旋转，哎，大家看到了吗？灯亮了，其实就是正在加热，大约过20分钟左右，整个汽车就会非常的暖了。好，我们把它关掉。对，它这个所有的这个瓦斯啊，这些东西全都是通过这种小凹槽固定在上面，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它会晃动啊，非常的结实。这里也是抽屉，那这里都是我的一些设备，还有车水壶啊。好，大家看到这上面就是我的这么一个睡觉的区域啊，或者是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沙发啊。这个其实这个沙发的这个小靠背儿可以通过这个小挂钩给它取下来，把这个东西放平铺平在这上面啊，然后这个小架子都是可以进行拆卸，然后放到这个柜子里面的啊。其实我一个人睡的话，就是放一个就可以了，放一个就可以了。这个车实际上是可以容纳3个人，就是同时在这个车里去睡觉的。然后在我这个出发前，他们给了我很多的这个被子，很多的被子，还有枕头啊、床单、被套等等等等啊，这个都大袋子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啊，大家见谅。当然我也带了自己的睡袋啊，如果晚上冷的话可以加上去。所以说大家看到整个车上其实四周都是有这种窗帘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隐私上面的这些问题。好，然后中间的这个小桌子啊，大家觉得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碍事啊？中间的小桌子，实际上这个小桌子可以直接从这个底部直接给它拔起来啊，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拆卸啊，非常的方便。这个汽车的上面还有一盏这个小灯啊，晚上其实是非常的亮的。啊，现在我们来到汽车的这个后部啊，汽车后部上面啊有一个这个备胎啊，可以如果在你的经过一些这个，比如说熔岩石头的这种地区，如果轮胎破了的话，可以用这个备胎进行更换啊。其实取这个备胎其实非常的简单，它的路书里面全都给你很详细的介绍如何换轮胎，作为新手小白也是可以很轻松的去操作的。啊，然后这台车主要是最有意思，还有一个这个梯子啊，它可以把所有的行李箱啊都放到顶上，我们可以去上去看一下。好，你看，对于我这种身手矫健的人来说，就是非常简单就可以来到这个车顶啊。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车顶站着拍照片，都是没问题的。好，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车的后备箱，看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非常轻松的就打开了啊。好，我们现在看一看，风还是有点大的啊。好，对，艾斯贝尔是冰岛非常棒的一个品牌啊。然后我买了很多的这个车上的一些生存物品啊，比如说黄瓜，然后橘子、红牛、鸡蛋、纸抽等等等等啊，都是放在这个小篮子里了，是在这个 Costco 选购的 Costco 的在冰岛还是
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的啊，大家可以选购。那还有这个矿泉水，这个水就是在车上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水都是放在这后面，包括我的行李箱啊等等等等。那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直接趴在这个车上，打开这个地方一起就是在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趴在车上一起看冰岛的风景都是可以的。对，我们看看通过这个后面啊，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汽车里面的。总体来说这个车还是我觉得非常的完美的啊，它不管它的从功能性还是从实用性来讲都是非常的这个讲究的，也都是非常为人去考虑的。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像我身后这台房车。那其实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在冰岛的这个姐姐 Sophia 姐，她知道我在冰岛要开着车在环这个整个冰岛环岛一个月她担心我的这个吃饭，担心我的生活，她给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的物资，同时也给了我很多的宝贵的建议。我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 Sophia 姐，给大家看一看 Sophia 姐都给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让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的感动，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大家自己来看啊。 Sophia 姐给我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她自己制作的食物，在中国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啊，这个 Sophia 姐给我包了这个牛肉包，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对，我吃了很多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在这个冰岛可以吃到中国的这个口味的这个大包子，肉包子啊，牛肉馅的，非常好。然后我做的这个很精致的给它包裹起来然后还用这个大碗装的，哇塞。然后还有我来看一下给他姐给我准备了什么，买了饼，然后嘴巴姐可能大家看不清，我拿过来给大家看，给我做了这个辣的这个三文鱼啊，可以就着我买的一些面包去吃，然后用这种密封罐子去装的。嘴巴姐就怕我营养不良给我准备的这些真的真的非常的感动，看这些东西在超市是没有办法去买到的所以说我很难去说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应该是怎么去感谢人家，但是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个摄影作品，希望自己的努力，然后来回报帮助过我的这些人，在路上帮助我的这些所有人。因为我的英语也不是那么的好在租车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是我周围很多很多的朋友来给我进行了一个帮助，真的很感谢他们。